接下来进行赢者全拿 ，Sandra 请讲示。赢者全拿超有趣的，跟上一回合不一样。上一回合我们直接从金库里面提款，这一回合我们必须大家一起努力，先把存款增高。怎么玩呢？这一回合会出题，大家有 A、B 两个选项。比方说有三个人选 A， 那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A 的话，一个人代表1000块会存进金库里面。那这一轮呢，一直玩到最后一个被淘汰的，看当时金库里面有多少钱。赢者全拿，马上灌入你的账户。赢者全拿有总共有三轮，接下来进行第一轮，请出题。台湾的健保制度广受好评，请问健保给付成年人接受哪个医疗项目 ？A. 每半年洗牙一次 ，B. 打第一剂子宫颈疫苗。请作答 ，A 或 B。哎，五个人都选 A 耶，但是最后选的是配三，你比较慎重吗？你说， 我就想了两秒，觉得因为我们每半年洗一次牙都是免费的啊，然后拿健保卡到牙医诊所就 OK 了，我好像没有付过费，所以我就选这个。哦，因为男男女女嘛，都有，因为子宫颈疫苗。子宫颈疫苗只有女生可以打、不是人的，男生就没有，男生也要打 HPV， 男生也要打子宫颈疫苗，对 HPV 要打 HPV， 我们没有子宫要打，为什么打这个？因为它本身跟包括菜花之类很多疾病，其实病毒是一样，是防止那种，对啊，既然都可以打，为什么你不选 B 呢？我想我想是会不会其实是给未成年人啊，我在想的是这个事情。正确答案是每半年洗一次牙，大家都有经验嘛。每半年的时候呢，拿着你的健保卡到附近的牙医诊所洗牙的话，只需给付健保费咯。那刚刚呢，医师讲的没有错，子宫颈癌的疫苗政府只补助国一的女生，然后拿第一剂打第一剂。那成人的话呢，要施打的话需要自费哦。请存入5000块。马上累积5000了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请出题。身体上的毛都有它的作用，请问腋毛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？A. 增强人体气味 ，B. 减少腋下摩擦。请作答。好难啊！好。都选一样的，好团结哦！这组来，瑞麟，你知道有些，你知道像我是没有腋毛的人，对，你腋毛太多了，我连身上的体毛都很少，等一下，你此时没腋毛吗？八点播的八点，我这样问哪有人只有腋毛嘛？那头发很多啊，是不见得，就是我觉得有没有腋毛，我觉得跟遗传也有点关系吧，王医师对不对？所以对，那我要跟大家讲说，因为我有看过我同学他。腋毛是那种喷发爆发的，我知道，女生哎，女生，哎呦，那不是像，不是像那师爷鼻子窜出来的，爆发，对。可是我有发现到，它比较不太容易，就是说像我们在穿衣服摩擦的时候，有没有会比较会有那种汗水直接黏在我们的腋下会渗出来，然后一样的运动，我说哎，你怎么没有流汗？他就说你对我说，那是正义的。就味道，反正那个会比较有味道，但是在就是摩擦上来讲的话，我就觉得是有关联的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一，减少腋下摩擦。我们会有腋毛呢，是为了缓解我们皮肤摩擦，因为我们人类直立行走之后，我们双臂就这样垂下来嘛，那会有腋窝。你这样走的时候呢，皮肤就会比较脆弱。那我们有腋毛的话，就可以保护我们的腋窝喽。所以我要把头发拿一点毛来这里，一直。可是女生就会去把它刮掉，因为穿衣服嘛，对，不好看，美观。像我脚是没有脚毛哎。你们为什么一直分享你们有没有毛这件事情？所以请公布正确解答。哎，已经公布了。一直讲毛讲到不知道。来，增加5000。聊着聊着忘了。毛来毛去的。接下来进行下面一题。古代嫁女儿一样很重视嫁妆，下列哪样东西是古代女子出嫁时必带的嫁妆 ？A. 棺材。B. 家畜，请作答。好，哇！三个都选择带家畜，来 Terry 请说。
我记得哦，上一辈我妈妈那一辈传统的婚礼啊，就是只要迎娶的时候上面要挂竹竿，嗯，哦，倒吃甘蔗的意思，嗯，然后还有苹果，嗯，然后还要，它不是竹竿啊，它就是甘蔗，啊，对对对对，甘蔗，然后它还有一个附一个猪肉，对，那个老人家说下面挂低匾哦，啊，就是说家里以前家里没有家畜，就是我们家是很 OK 的一个家庭，嗯，所以我在想说应该是家畜，因为棺材来说好像太久远了。我觉得因为棺材应该是嫁过去以后夫家要帮忙准备的吧，哦，这样才合理嘛，你嫁过去就是他们家的人，那但是你如果带着六畜带过去出嫁，六畜兴旺，对，对，就会有一个美意跟祝福。那选择 A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的，我现在想的还是跟父权社会主义有关系的，因为说真的虽然说嫁过去对方人，但是还有一个叫七出啊，嗯，七样出去的 七出、嗯，就是有七样罪状是可以把妻子给休掉的，嗯，那如果说万一真的被休的话，那就当然不能够用夫家的棺材了。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，好好看哦，草席包一包也是，还是说带着希望夫家升官发财啊？哎，哦，往好的地方想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棺材，我们行长说的没错，古代棺材取谐音棺材，意思就是我们大家关心财富，财富就会来哟，哦。所以棺材是有好的意义的，但是你不可能真的抬一个棺材去吧？嗯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会用金子打造小的棺材模型来代替真正的棺材。对，哦，三位请到那边近代啊，坐在那边雨伞区。哇，那个雨伞的功能就是你觉得丢脸就可以来遮脸的。休息一下，直接打开。来，这题两个人答对，增加2000。嗯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痒的时候抓一下超舒服。研究发现，身体哪个部位抓痒时会觉得最舒服 ？A. 脚踝 ，B. 背。请作答。哦，哎呦，也分胜负了，哦，第一题就分胜负了吧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也就是奖金谁答对会入他的账目，对，你们就可以回来进行第二轮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你选择 B， 琼燕。因为我是观察的，因为我发现就是小时候我的弟弟都很喜欢叫我阿嬷帮他抓痒，然后不是只有我弟弟哦，就是我的那个堂哥堂姐啊，然后表兄弟姐妹，然后他们都会做这个动作，因为小朋友嘛，我就想说，我以前如果没有人帮忙，我会这样哦，撸墙壁，你是熊哦，你家里有墙壁啊，是真的很舒服，如果有人让我回家看到你那边，而且撸到表情会这样。啊，你没有听说夹脚抓脚踝抓到？我想的是那个神经分布的密度啦，因为脚踝分布的密度比背还来得高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用那个什么两根牙签的话，可能脚踝可能可以搞不好可以辨识到大概是2-3公分以内，但是背部的话可以到5公分以上，都还不见得可以分得出。是，所以我想说最舒服的定义是什么？那我就是用神经密度分布的密度来区分，这样。正确答案是。脚踝，是没错，背呢？我们是因为自己抓不到，常常请人家帮你抓。但事实上，真的痒感跟抓完爽感最多的地方，其实是你的脚踝。那刚刚像那个医生讲的，没错，因为痛觉神经分布的密度来讲，脚踝，所以是脚踝是最爽的。就没想到答案是 A 呀，来，请加1000。13000要去哪里？到王医师的账户，马上变23000了，一战鳌头了，好，来各位请回来，可以回来了。现在希望屁股有点肉。好，刚刚赢者，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第一题，请出题。甜点不够甜怎么办？科学家发现，往甜点上撒一点什么能够增加甜味 ？A. 盐巴 ，B. 白胡椒粉。请作答。瑞麟，我们常小时候不是西瓜不够甜吗？妈妈说去撒盐，沾盐有没有？对啊，对，然后就哦，西瓜变得超甜了。结果不是，就是其实是一个化学作用在我们的嘴巴里面。对啊。那如果胡椒的话，我觉得不晓得西式有没有这样子，很难想象。白胡椒是一般是洋葱汤。对哦，没有，洋葱汤是黑胡椒，白胡椒是那个油油根或者是我忘记了。马古典啊，对对对。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
盐巴、嗯、有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对比效益，如果你觉得不够甜的话，你加一点点盐的话、嗯、有咸的提味你就觉得更甜了、嗯、所以刚才会说有时候西瓜不够甜会沾一点盐巴嘛、嗯、但说真的不能超过盐的比例，不能超过糖的5%、嗯、不然它就真的变咸了。对，嗯，不多益善，同心协力。下面一题请出题。这项记录说出来吓死你，请问下列哪个是人类成功做到的金氏世界纪录 ？A. 水下憋气24分钟 ，B. 裸体进冰桶8小时。请作答。哦。哇，可能要去旁边坐了。王医师有危险哦，很犹豫啊，非常犹豫的一题，因为。两个好像都有可能。那因为我之前有看过，就是有那个什么，有那个有一个人，他是在那个反正也是那种知识频道节目啊，他是整个在那种就是已经接近零度的那种河水里面啦、啊，他游了11个小时多。嗯，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有可能是可行的。对、嗯、，Terry， 你为什么选择？因为我在考救生员的时候，我们好像有看过这个影片。嗯，因为我是中华民国水上救生协会1788级国际合格的救生员。哇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名号，你选 A 就是为了讲这个，好像不太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那时候我们就是有杯水肺测试啦、嗯，然后就看每个人的大概肺活量可以到达多少。是是是。对，那在没有水肺的状态之下，我们怎么去完成救生 ？OK。然后好像印象中有看过一个国外的影片，觉得就是有这个记录是有可能的。是，对。我附和他的说法，因为我先生跟我儿子也都是救生员，然后也都有救生员执照，所以我选 A。嗯。正确答案是。水下憋气24分钟，我们现在讲冰桶好了。冰桶呢，最高纪录是3个小时又6分钟，没有到8小时。对，因为呢，就变成说你浸在里面，可能就会有太多身心上的挑战了。是。那至于呢，憋气的话，金氏世界纪录是克罗埃西亚有一名男子，他在游泳池中24分33秒水中憋气、欸。我记得好像比这个还长。有。之前我听过、啊。有超过30。哦，有没有申请？就差一步。对，那超过好像30-40分钟。对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，因为我们憋气18分钟之后、嗯，我们的肌肉啊、脑部啊、身体的氧气都会不足、嗯，你就会开始痉挛、嗯。所以它本身过了18分钟之后，能到24分钟，当然是一个很厉害的记录。来，黄医师。于是请，哦，哎呀哎呀，三张任选，担心他的屁股。黄医师，你可以三选一耶，三张并起来也可以啦。对、啊。欸所以各位，刚刚你看到他都20000多，以为是冠军吗？他现在不会哦，你们随便任何一个人都会超过他了。请再加4000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？ 哦，拜托 ATM， 谁敢来 battle？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